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投资最容易嘅频道，又嚟到信用卡优惠篇。今日要讲嘅系 City 出嘅八达通学生白金卡，作为学生们嘅你记得要听啊！呢一张 City 嘅八达通学生白金卡冇最低年薪要求，首年免年费，最低年龄要求18岁。申请呢张卡有咩优惠？第一样 Money Hero 嘅独家优惠。450元 Apple Store 礼品卡或者 HKTV Mall 电子购物礼券，由即日起至2023年10月3日下昼6点，全新 City 信用卡客户透过投资最容易专属连结，经 Money Hero 成功开立 City 学生信用卡，并符合以下条件，即可以获得450元 Apple Store 礼品卡或者 HKTV Mall 电子购物礼券。在成功批卡后30日内完成至少一次合资格签账。另外，需要于2023年11月3日或之前获批核所申请的指定户口，以银行系统记录为准。除此之外 ，City 八达通白金卡的迎新奖赏有以下呢一啲：对于 City 信用卡之新客户，奖赏要求于发卡日起计首3个月内累积合资格签账满1000元或以上。入面需要包含最少一次500元自动增值交易，奖赏会有300元港币现金回赠。另外，头两期月结单利息全额回赠，新客户可以从发卡后头2个月结单上由零售交易及现金透支的财务费用获享 100% 现金回赠。每个客户最多可以于推广内获享港币1000元现金回赠，无需登记。另外，仲有 15% 交通费回赠。City八达通白金卡持卡人凭卡签账，最高可获享 15% 交通费回赠，加 5% 隧道费回赠。再到下一样，加码赚100元八达通增值额，于推广期内将卡加入 iPhone 或者 Apple Watch， 经指定连结登记推广，并最少完成一次自动增值交易，可以赚升级优惠港币100元八达通增值额。推广期由2023年8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除此之外，信用卡内置八达通功能，八达通自动增值可赚取现金回赠，每签账港币200元等于1元港币八达通现金。以下就是全年回赠奖赏的图，大家可以参考。怎样领取 Money Hero 独家优惠呢？申请的时候请记下申请参考编号，建议一次过交齐所需文件以加快批核程序。另外，请于7日内填妥及递交较早前经电邮发出的奖赏换领表格，以供 Money Hero 和花旗银行核对奖赏资格。有样嘢大家留意啦，迎新奖赏只适用于为香港本地大学学位或专上文凭课程全日制学生的新客户。另外，所有回赠均为八达通现金回赠，不能兑换现金券或者飞行里数。详情会列于资讯栏，大家可以参考。受条款及细则约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下一集有信用卡优惠再同大家讲啦，拜拜。